应该趁你即马，伊还佫有能力的时阵啊，好好啊回报这些关心你的人。你毋知影，即马上大的回报，对这些人来讲，就是你等于台北，好好去医疗你的病情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就是讲你无替你家己想，你嘛要替这两个老大人设想。阿哥，你敢会记得你佮三年迄段相依为命的日子？即马三年佮天祖的感情出真大个问题，需要一个人好好应该开讲，听伊的心事。偏偏你说唔肯等去陪伊，即嘛是大家需要你，唔是你需要大家。你敢忍受付出大家对你的关心？兄弟，来场破病，我相信是因为烦恼你，所以去。只要你点一头，来场更加的大，就袂遐尼沉重。我答应，我答应给他接受治疗。婷婷有答应要去台北治疗啊？哟，是啊。建志，还是你有办法？真好真好，婷婷啊，你有这个想法哦，阿公真欢喜。阿公，即摆建志成功啊，那安尼你这条命就是我的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不要讲哦，婷婷若答应我要去台北，哦，安尼咱就叫咱用速行。我这条命哦，才够你还落去。哎，小妹，你是变啥吧？对阿公那样安尼无大无小。我哪有？我你问阿公。袂啦袂啦，吉子啊，小妹哦足乖的，嘿，卖骂伊啊，啊。婷婷，啊你有哪好去传传的？啊，马上就出发啦，吼。啊，我来就好啦。哦。阿公，你伫咧破病，我真正袂放心放你一个人哦。无安尼，等你病好啊，咱再做伙徛好不？哎呦，唔免啦，啊，到阿公这边哦，就定来安尼，我紧我紧，念咪就好啊，好我就去看你吼。不，你若不爱去，我嘛不爱去。你，婷婷啊，你是不要给我阿公烦恼？不是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常常来看阿公。是啊，婷婷，阿公这条嘛是我的，我不准你有代志，一定袂有代志。是啦是啦，好，阿丹哦，卖搁钱啦，无去哦，到台北生活哦。阿公，你两个姐姐的时阵，一定要开大包啊。阿公。阿公会去，吼，放心。麦克，别惊，吼。
你放心啦，婷婷我一定好好照顾。好，真麻烦你了。等下来讲。啊，一定，你教我得了。麻烦你。阿公，我来走啊。好，谢你哈。阿公，我来去啊。你好好听话哈，谢你哈。这敢是我最后一遍送婷婷出门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是真。这敢会是我跟阿公的最后一面？这个过去的新妇，坐轮椅探头来救我，我对伊敢有这么怨恨？感觉到今嘛，还阁无法度原谅。林弟啦，你是搁在丢毒啥？时间也是到，应该回去就回去啊！你哪知我咧想啥？跟你朋友做遐尼侪年啊，连这都唔知影，算什么朋友？你若认为讲我应该回去王家，应该讲你的心从来都唔捌离开过王家。妈，麦妈，三妮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呢，拄只陈文海伊打电话给我，伊讲婷婷答应要起来台北做治疗啊，而且什么伫咧落诶，看唔着个。啊！伊在许多答应讲要来台北。我听阿姨讲，是小麦甲建奇落去考劝伊诶。即个婷婷哦，啥物人讲都讲袂行，建奇、小麦甲建奇两人说吼，应该是足厉害。麦妈，你若是看到小麦，麻烦你帮我说多声。我来无影。妈，我是不是讲唔对话啊？不是你讲唔对话啦，伊是关咧烦恼，
伊惊哦，小麦甲建志分手，因为婷婷出现搁起风波。应该袂吧？婷婷的病个遐尔严重吗？伊只是去个台北做治疗啊。小麦甲建志分手嘛，真侪波折呀。做妈妈总是较敏感啦。好啊啦，莫讲这啦，啊你定是有闲，跟我斗阵哦，来经伊个化妆舞会礼服啊。化妆舞会？嗯，我嘛爱去哦。当然啦、啊。这是要推出豪宅促销舞会呢，你敢无来甲我捧场？搁再讲，小麦见的迄天拄好是我生日，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敢当无爱来？这个家哦，当初是你心肝遐尼啊凶，但下就做你走。假使讲这间厝若是会讲话啊，就一定会怪你这个主人。我上好姊妹阿花，你竟然把我放了就离开，你是足过分了呢！我知我唔对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敢知影？我大哥下班回来，被你门进前，一直是伫楼骹看咱厝内电火小小拍开，结果打开入来，厝内拢暗摸摸，我就知影你也袂回来。后盖不准你安尼啊！你有听到无？我听到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，我袂阁好大个，会替我烦恼。这段时间阿妈的情形安怎？阿妈最近情形好真济啊，而且嘛真久来伫做福建，因为伊什么伊想要开始去媳妇找倒来团圆。那恁阿姨伊敢有肯倒去？我看会出来，妈的心肝开始软软哦。我想应该唔免外久，得到倒来团圆啊。若是王家真正能全家团圆，那我离开就袂遗憾啊。今日一个，敢有算是团圆？同款的话，我嘛要甲你讲。若无你，王家嘛无算团圆。你更加应该爱等去王家，等去天主身躯边。三妮，你袂用安尼就放弃。有真侪代志是爱靠你家己去争取的，而且是爱趁你还阁有机会先去争取。唔通等到机会失去啊，才来后悔，才来遗憾。我嘛有想过，若是我阁有机会甲天作见面，我袂阁把我的感情藏在心肝内啊。安尼就对啊，我祝你甲天作早一天会用破镜重圆。好啦，较早休困，你明仔载阁要做检查呢。
拜。平常时唔是真爱提，啊，今麦来变 A 狗。你都知啊，我阁要讲啥？因去南部找婷婷，啊，你阁替杨建志欺骗我。那是小麦在关心伊，叫建志去看伊，这有啥物通好计较的啦？啊，搁再讲啊，建志敢有可能看到婷婷就变心哦？无可能嘛！而且我想讲，我若甲你讲哦，啊，你会生气。你用骗的，我更加生气。以前你都骗我辛苦，今麦搁你继续欺骗，你根本都唔捌对我老实过。你想要跟我破镜中年哦？去天天买石头较紧啦。玉玲啊，咱台湾的迄个水蜜桃，迄嘛就甜的。卖我穿！哟，你是在有够白目呢？玉玲，哎，玉玲啊，快滚上桥来啦！玉玲。哎，这我是对你做心中的呢。是这样伊哦，我个是大呀，我家己嘛是大。但我是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啊？安琪啊，对。安琪早，老麦早。哎，你是今仔是来念啥？我等来找你算账。算什么账？我着替恁阮妈去看婷婷的代志，叫恁妈知影，把我妈个头甲整一堆啦。恁妈个性遐尔硬，万一你真正无要操我心面大，好心呐。来，最后哩。哎，这个嘛，销售豪宅要有邀请函哦。是啊，你记哦，你刚刚穿礼服，还搁增加拍你拍你的参加我的化妆舞会，我保证哦，和你干妈在一间内底相看两不厌，重新恋爱。阿爸，你妈我爱插话哩，惊着麦？我，喂喂，讲正经啊，那个建志看婷婷哦，建志敢不对你大细心？无，一视同仁。不一定哦，人哦，拢同情着食呢。即马看婷婷病情较重啦，万找一个烦恼去照顾婷婷啊。等婷婷病较好的时阵，你倒吼，伊倒吼。没啦，建志甲婷婷已经分分合合才做病啦，伊免疫啊。我惊你。建志陪婷婷去病院检查。等你看，人谁找着啦？建志的时间哦，都拢我婷婷占去啊啦。老麦，你是伫唯恐天下不乱哦？是我叫伊陪伊去的。我是在烦恼你啊，万一你婚事有啥物变化哦，我这个头一定给你妈念落来。你是我讲几遍啊，坚持袂变心的。好啦，你有信心就好啦。上惊的就是哦，亲像你这般的哦，你啊，不爱讲你。安琪啊，来用一个摩卡给你嘛。摆检查，起码拢是妈的病情，一切当检查出来才讲。大叔，婷婷检查结果安怎？情况愈来愈好，
即嘛唯一的希望就是旧西衣服。啊，不过就算找到适合的旧西，嘛袂用保证完全好，因为拖收久啊。即嘛干阿会用许靠新出的药物控制，发是毋是有积极出现？多谢。做遐尼侪检查，你听无？会啊。啊，医生有讲啥无？你放心啦，医生讲，只要你住院配合治疗，就应该减轻你恶化情况。我无想要住院，我想要来等。按我保证，我等去，我赶快定期接受治疗，按时吃药啊，一切我拢会配合。阿哥，妈，我讲这要求难嘞，我若是住喺厝，我心情嘛较轻松，安尼对我嘛较好啊。阿哥，阿姨，当时想转婷婷的心愿啊。进前，我想要来看阿妈。啊，不过你拄仔才做完检查，身体遐尔啊虚着，来啦，莫讲我袂走啊啦。啊，不过我足久无看阿妈，我足想伊的呢。啊，你即马这个模样，阿妈看到一定会足烦恼的啊。对啊，见着面，大家啼啼哭哭，对恁两个拢无好啊。婷婷，你先等去休困，等你精神较好，我再出来看阿妈，安尼好不？我娘伊病还阁有代志，无婷婷就麻烦你送伊回去。无问题。阿婆，我先来无用哦。嗯，好，我再见。婷婷检查好啊未？好啊。检查结果安怎？等下等下再讲。我今晚要送婷婷回去。伊会当出院啊？婷婷无想要住院。那安尼，我等下哦去婷婷家甲你会合。啊，你唔知无用。再忙要抽时间，总不能完全了甲婷婷交予你，敢毋是？我先到公司。你无用。哎，青梅。王大伟，阿母。青梅，阿婷婷那边检查了安怎？阿母啊，阿你今仔日敢有骨较进步一点啊？有啦，阿你真好啊，你要继续加油哦。我来无用，小蛋，你还未跟我讲，婷婷检查的结果是安怎？伊安怎？你紧讲啊！阿母啊，婷婷的情况已经愈来愈恶化。我婷婷，阿母，阿母，婷婷肯住院，建志已经带伊回去啊。新婷，你载我来。妈，定工啦，定工我带婷婷来看你，吼。我袂晓再等落去啊啦，
我即马就要去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身体？我来干的啦。身体，我是唔知啊，倒一天，我话转去就转去啊啦。婷婷也是，随时都有可能会离开。我妈孙啊，会用家己一面就算一面，莫给我造成危害。就歹势了呢，不要你给麻烦。袂啊，我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啦。我来开门，你休困一下。起来哦，我的婚礼还搁等待你的祝福呢。建志，敢麻烦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我衫橱内底有放一个纸箱啊，你替我摕过来好无？好。这样吗？这是我送给恁的结婚礼物，我祝恁两个白头偕老。婷婷，阿你拢无爽快，搁遮尔好，替阮要结婚的礼物。我嘛毋是病到袂出门啊。为了要表示我对恁的祝福，我当然肯做礼物来送。多谢你。对啦，不过两天哦是丽素阿姨的生日，我希望讲你会当伫个生日迄天哦去参加伊办的舞会。小麦，这舞会真顺体来嘞，婷婷身体敢会堪袂啊？啊，不过侪人侪好去啊，搁再讲婷婷只去捧一下场尔。我是惊讲我安尼去到现场。真的阿姨麻烦呢，你放心啦，你的面具哦，我得这特殊的装置，内底有一个口罩，你当随时拢挂呀，预防感染。搁再讲，你是三年后姊妹，你嘛应该要声援一下。这跟三年有啥物关系啊？因为迄天田总也要去啊，我会制造浪漫的气氛，唯美的情调，
和珊妮哦，在天佐的真情告白下软化。俺哥珊妮敢愿意？我当然不甲伊讲啊。我是想讲，恁两个感情这么好，你若考肯伊去哦，一定会去的。俺哥，我什么拢无准备呢？是要准备什么啊？我连查甫朋友拢替找好安尼。噔噔噔噔，就是伊，来。安怎？有意见啊？小麦，安尼哪好意思？简直应该是陪你，唔才对。你放心啦，我行情这么好，唔惊找无母伴。是不是在睡啊？啊，在睡哦，我继续睡哦。我会用带伊去。伊无在睡啊，小麦等你陪伊开讲，我去讲你来啊。唔免啦，莫甲叫。伊人无爽快，会好阿倒咧，我去你看伊。啊，不过你，我不要紧啦，先听。把上岁的面具也留你。婷婷，你帮我上来看一下。白衣的细菌会去给你感染着，我会回来台北治疗，拢是为着你。假使讲我将来日子拢安尼过，连亲人都袂用个接近，那我还有什么意义？阿妈，阿妈你紧过来，我在想你。阿妈，婷婷。你得好好接受治疗，要赶紧好起来，安尼阿妈的病嘛会得你好起来，你知影无？你若伊回来啊，安尼咱一家伙啊，都用个团圆啊。阿妈，恭喜你哦，你有把你这么好的媳妇找到的。阿伯，我嘛恭喜你。你能跟你心爱的太太搁团圆啊！阿三爷，这摆团圆，不包括你跟天主生啊。三爷，啊，这摆化妆舞会你敢袂去？妈有邀请我去，伊遐尔好意，我歹势拒绝。三爷，我来讲哦，婷婷啊，我们要去化妆舞会。袂用哩，婷婷袂用去。是安怎袂用的？哎，即摆身体遐尼啊虚着，啊化妆舞会人够侪，空气够歹，啊万一若去检查着要安怎？是啊，咱应该听陈慧阿姨的话啊。妈，我想袂去的。婷婷，你真正无适合啦。我一世人，佫毋捌参加过这种舞会，我真正最想要来看一下。去另外一个世界，我唔真袂遗憾。妈，
其实这个化妆舞会是小曼昨天替阿伯甲阿姨制作的，伊制作这个机会要让两个好好，我实在无想要错过这这么精彩的舞会。小曼，真是的。是啊，阿妈，其实这个是雷珠阿姨为了叶豪宅销售要做宣传的啦。结果我将计就计，改出不去啊！我若想到迄天哦，雷珠阿姨甲王大当当做伙跳舞，我做梦拢会笑。我去啊！好啦，你既然遐尔想要去，我陪你去。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，绝对袂用伤忝。阿公，你若一感觉无爽快，都要赶紧回来。我知啊。那个小麦啊，婷婷是你招伊去的，所以伊的安全你要负责搞定。无问题，我已经替婷婷哦找到护花使者。是啥啊？护花使者，请出列。我一定要去照顾婷婷的责任。就给他呢，这一点是觉得哦，既精彩又神秘又下课的舞会。燕姐，小麦，多谢你。没客气啊，天总，你也记得这个周末爱参加化妆舞会哦。天总，咱们要等公司，咱先来走。嗯，天总，拜拜。拜拜，会见，拜拜。朋友天祖，还有丽珠阿姨，你们能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过日子，我已经要离开了，这是阿姨的心愿，我不会违背伊的意思。也请问刘朋友，因为我怕，从今以后，永远都袂阁分开。还有天数，加上你，应该应该。
池边啊，那里放迄自助餐饮有无？哈，来这边，这边是跳舞的所在。我会放一挂饮料啊，有酒啊，有可以做啥物物件。阿哥，你看，那边是个对哦，要表演的所在，安尼好不好？张姐，你这早间啊，真要给我安排代志。我看哦，你的美容事业搞好以后啦，安尼更加发达嘞。你莫一直甲播啦，伊这个人吼，鬼点子多，爱劳累，真正要叫林金总吼，三分钟热度。哎，我本来是创意人才，好不好？阿姨，我给你保证，你这个豪宅销售量一点之后，买气下下轿。老麦，哦，老麦，遐无公司的顶栋哦，拢会清点好啊，你现叫人去装啊啦。老麦，辛苦啊。应该的吼。不灵啊，今日现场的布置哦，我提供袂少意见。哦，你若这么爱讨功劳，无暗时主持人和你做啊？对哦，哦，我唔臭端嘞，较早来欢迎的时阵哦。足侪会议拢是我主持的啦。大明星，你唔惊暗时人客拢和你行了了？我跟你讲哦，今日暗时来 party 的人拢是贵宾哦，你是唔通跟我闹开？是讲你还袂邀请我，想要做你的舞伴啊？我的行情是真好啦，你吼烦恼你家己较要紧。好啦，老麦。你个代志还好势，紧等你准备啊啦！我最近无闲啦，我等来换衫啦哈！好。